我不想要九童被淘汰，我也不想让你被淘汰。黑眼圈，黑眼圈。哇晕！哇，好多衣服啊！今天穿的是张嘉文的裤子和张彤的衣服，还有吴宇恒的鞋。我这是张嘉文的裤子和张嘉文的衣服。我穿的是张彤裤子和我的衣服。今天我走的是那种复古的 old school 路线，复古的 old school 路线。哦。你们好，我是本先生在现实世界的委托人，恭喜你们三位经过一周的发电，最终荣获了创造营最高十发电榜的第一名。哇，黑眼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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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张嘉元是我们的第三名。黑眼圈，黑眼圈。在你们身后有本次异次元的服装，请谨慎选择。我喜欢这种比较朋克一点的感觉，咱们仨就 match， 我叫这个了。一，坚信什么天长地久只是随便说说的。哎呦，我是渣男呢。速度七十迈，心情是自由自在的。哎呀妈呀，我飙车族啊，我是。Bad guy 啊 ，Bad guy， 都 Bad guy 都是。那就把你们的身份信息填写完成吧。八十年代的名字，我觉得我叫。没想好，不知道，那就叫我爸爸吧。怎么？那我就叫爷爷吧。那就叫我爸爸吧。那我就叫太爷爷。叫什么？你帮我想一个。叫儿子，因为你就像儿子，那就儿子吧。那咱们是三世同堂啊。贪吃蛇，贪吃蛇，贪吃蛇。老于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老于。老于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老于。叫这个吧，这个这么晃就适合你，这个特别适合你，穿这个。夏天，夏天悄悄过去，留下粉红色回忆的。谁选的 Lover Boy ATA 呀？哦，荣耀，你看，这是咱的 Lover Boy ATA。Lover ATA。写名吧，写名吧，写名啊，还要写。还可以写自己复古的 Vintage 的昵称。受本先生的委托，现在需要你们做一份问卷调查。不骚，然后我有时候自己走着走着路，看着看着就看着这样跑。谁打的最大？张嘉元吗？我觉得张嘉元。我也觉得张嘉元。以前我和付超曾经去过一次鬼屋，那次我们俩是站着进去蹲着出来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付超太沉了。当你的选择荣耀身份开始，我们的异次元空间已经开启，玩家负责征服退出。小心啊，别坐空了！哎呀呀呀呀！哇哦！哦哦！败家孩子，你是自己丢个玩意，我们帮你找，神经病！爸爸，落在玩偶下面了。四条狼人线索全部找到，获得两条狼人线索。啊！我们仨一组吧，海哥。你们还要考虑有狼人已经混到里面了。没事，这个时候我觉得狼人不重要了，刀我刀我刀我没关系，刀我。你去一个人组了，就等于是保护我们了。嗯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找到很多东西。小水有点啊。哎呀，我可以保护你，不要害怕。啊、对，我也真的、啊、对。这期真的真的恐怖，好恐怖。有一说一，魏子哥叫的好难听。开机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样我在前面挡路，他找东西，我在前面帮你们挡。好 ，OK， 感谢你。跟曲国宇在一组，我觉得能被曲国宇吓死。曲国宇，我。哇哇，好帅、啊！好喜欢这个呀。我进小洞，小洞，他不是狼，余光英不是狼，别好人呐、啊，这个，别好人。你看余光英的表情，你看老余的表情。余光英，余光英脸。海哥加油，海哥，海哥加油，加油，海哥，争取把剩下的都找着啊！快进去溜达一圈。其实有时候真害怕就不叫了，嗯，就那样。对对对对对。吴海，海哥，吴海。顶住啊，海哥！海哥，你怎么样？几个？
海哥真强。张嘉尔走前面吗？张嘉尔前面。可以。你走最后吧。不走。你不是第二胆大吗？不走，我害怕黑衣。我也害怕后面。那你走最后。喂，什么鬼？哎呀，我想到进去就队形乱，咱们就进去玩 freestyle 好吧？ freestyle 行， freestyle， freestyle， 走，加油加油！哎呀，绣花鞋，我已经心开始跳了。别让我走最后一个。哎呦，哎呦，没事，能。啊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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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往前走，往前走。感冒了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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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冒了，对不起。过年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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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年好。你好，新年快乐！你好，照片，谢谢。照片找着了，绣花鞋应该在地下吧？我觉得。可以。兄弟们，时间要紧啊！兄弟们，啥呀？有没有弹球给我们一下？没有，是怎么样？别，拿过来。那我们核算一下，你们帮小英找到多少件物品？画的娃娃，红色蝴蝶结，这儿呢？这儿。立德，弹珠。哎，这算弹球不？这个能吃这个？不是吃的吗？给我来一口。这眼珠子挺好吃啊。就是它，圆的。那我不去了，再去了，不去了。谢谢你们帮我找到，不错了，不来线索吧。胆不大的哥哥，胆不大的。那我觉得我排除你没有跑的哈。你们一个不好的消息，你们之中有人已经被狼人袭击了。好，现在请前往圆桌会议，你们和狼人当面对峙的机会来了。打见了狼，没有玩家出局。对，所以我们神之位一定要往后压一压，不要就是一来。好，但是我觉得他有，其实前面都说的差不多了，我只想说就是，有一个点就是，进去之后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其实会有一些就是危机表情啊之类的东西啊。其实我们那一局的时候有在观察他们表情，我的队友其实我觉得四个人里面应该是没有，所以说咱们可以汇报一下，就是你队伍里的人在里面的细节。我是全场唯一这，我呢其实是一个，过几轮我再公布，然后我可以。看就没了些什么。有身份的人啊，别现在瞎说了。对，然后好了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然后大家后边大家就是多想一想。好，我是一个好人身份，然后我想在我的自己的感觉就是这样。我是这么觉得的。二号那张嘉元更奇怪，上来先说了一下，四人组好像没有一个是狼，然后不表明自己的身份，没有说自己是明还是狼还是好人，所以什么都没有说，所以张嘉元在我这里不算做好，是我觉得出现狼面可能性比较大的。怎么后面一个二个？那我就给你们发言一下，一号、三号、六号结束。最后一个墨汁位归票位，如果我此时我说我自己是预言，有点紧张。墨汁位归票七号。现在请投票决定本轮被放逐的投票。我看一下，飞起票。本轮七号玩家被放逐，有遗言。不是紧张就是我。所有玩家请闭眼。二号玩家出局。请三号玩家发言。首先就是只是想用一种稍微高大上的方式去描述一下，刚才那轮我跟二号我们两个跳型是一样的，然后这点想解释一下为什么投张腾啊。诶，投的是我啊。哦，是你吗？对呀。哦，我想投的是六，我想投的是张腾。投的是我。实在不好意思。没事，反正你也没出去。后置位的三个玩家，首先是我觉得发言在我这边是做好的，因为他，而且他整个他那个状态是
我觉得是积极的，而且我能看出来他是在帮好人玩。好，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会上一把弃票，因为我现在对所有人都是怀疑的。其实上一把我也有点怀疑佐藤龙翔，现在其实我还蛮怀疑张腾的，因为他上回是在我后面发言的，他的发言对我来说有点不是特别做好。然后荣耀他和第一次差别还是蛮大的，说实话他和第一次和我们玩，就是我现在想看一下老于，我想看一下你归票是怎么归的。结束。我特别想，然后我刚才说是就是想要帮好人去哪怕挡一下刀或者怎么样，家园我就觉得这都是好人呢。然后反而就是这样哈、啊、过。一个人出来都说自己是好人，然后如果后置位出来不踩一下前面的人，那我们后面不都全是狼了吗？坑其实是在账号复制号，我还是没有办法把它扔成好的，就是我觉得他两人很想赢，所以我觉得你一直说你比二号聊得好，但是其实你们俩都是差不多，真的差不多。剩下两张狼牌我认为出现在三四五里面。为什么？我因为张家园那张牌告诉我，对吧，他是我归出的一张狼牌，因为我想看一下一号的反应，因为到我这个位置还没有预言家起跳，两天还不起跳有可能是验到谁谁谁是金水。八号牌赶三四五里面，今天我希望一号去帮我。觉得张腾也是我一个怀疑的对象，张家元是，但是那一轮他根本就没有票七号，他也没选择。然后我认荣耀是好人吴海，然后因为我其实没有办法归，我说实话我没有归票的能力。现在请投票决定本轮被放逐的玩家。三，请投票。本轮六号玩家出局，有遗言。聊一下五号，五号我觉得是好人，因为他可能也比较懵。然后我为什么投傅子超呢？因为庚寅哥说我跟傅子超最有嫌疑，那我不能投。所有玩家请闭眼，这一轮，请十号玩家发言。是哎。五七，容错少一点形式就是走两狼，还剩一狼。三号跟五号，但是我更不好意思。然后张家元看他怎么讲吧。所以我只能盘。首先要有十号在我这里是不好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五号在我这里是不做好，而且再加上五号上一轮那个逻辑，对，我想一会儿好好听一下五号发言。然后我现在我认为的狼只有是五号可能是狼，所以还是听一下五号发言先。上一轮走掉了一个我重点怀疑的对象，但是我暂定他，然后两匹狼大概是这个样子。中间因为四五号里面会有一匹铁狼，五号的发言这轮非常关键。是的，对。然后我觉得因为前面几轮归得好，我觉得还是有几率赢的。就这样，谢谢。之前有人要说张腾是猎人，那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说这个点，他可能说他确定了一个猎人之后，如果再有人要跳猎人，他可能会当狼打。但是如果说我要是猎人呢，我现在是超和荣耀现在怀疑我，我现在可以直接说，如果说你们这把投我的话，直接带走你们，反正你们可以试试出我的话，我可能会带走荣耀。但其实荣耀对我来说是个好人，但是他说张腾是猎人，这个我倒是并没有看出来他哪里像猎人了。然后三号我现在其实也是怀疑的一个对象啊，然后四号我一点不怀疑，因为我觉得他的发言对我来说是很正确的。海哥我也不怀疑，但其实现在是我的怀疑位置在荣耀、老于还有傅超的，荣耀嫌疑现在对我来说是最大的。但是我并没有去想去走你。哎，没想到最后一局玩成这个局势。三五出一个神，我是这么想的，因为我铁定三五出一个，那有一个是强，有一个是狼。张家元更有求生欲，他直接爆出他是枪，让我们去打他。好吗？我们投票可以吗？现在请投票决定本轮被放逐的玩家。本轮三号玩家被放逐，有一，我不知道他是狼还是枪，
但如果万一是他是枪，我不是狼，然后这太难了，救命啊！所有玩家请闭眼，五号玩家出局，没有遗言。对吧，我点的狼坑一直是357 3574，他是真猎人是被我毒掉的。猎人请睁眼，猎人请闭眼。这么相信你？你干什么？这么相信你？干什么呀？毒，你是把我毒死了吗？你是把我毒死了吗？你是把我毒死了。高三局就是这样的，我咋地还带走一个？带荣耀，然后荣耀就相信他了。这你们几个狼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说一下，他从第二轮。那你们为什么没有怀疑周柯宇？太老实了，他都搁那排狼坑，他是在真的帮好人去排狼坑，完了之后排的全是那个好人坑。先这位于家园发言的，然后家园发言的时候，我现在可以直接说，如果说你们自己把投我的话，我直接带走你。家园真的惨，对不起，最后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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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。还有四个复活名额，将通过服不服环节产生。没有进入终极之战的三位哥哥，将陪小女孩留在电影里玩耍。在这张桌子上，有7 7。恭喜电影票上免试，我终于进大逃杀了。哦，进了进了进了，我终于进大逃杀，我终于进大逃杀。恭喜七位玩家进入终极之战，终于进大逃杀。想必你们已经发现，自己就是电影里陪他，只有两位可以逃出。录像带上面写有三个玩家的名字。一个是淘汰玩家的名字，另两个是混淆项。走啊，哎，走走走。哥哥哥哥，快来找我玩呀！张嘉文和张彤他们结盟。现在有没有想好要跟谁结盟？暂时没有。可以谁的？一种淘汰方式，以生。第一个。有一个是抱起来转两圈，谁呀、啊？不知道，有我知道他有一个是谁，我跟周柯宇还有刘冰云呢。张嘉元跟付子韬，周柯宇、付子韬、张嘉，周柯宇、付子韬、张嘉，张嘉元、付子韬、张腾。哇，我失败，我不想当。我现在找到了三个，但我现在我觉得我没必要去现在去听。哇，眼疾手快啊。看，现在我能确认的是，现在是谁的死法？佐藤永祥、于更银、付子韬。佐藤永祥、于更银、张嘉元、张腾、吴海、于更银。我现在唯一能确定是于更银。张腾后面保护我一下，你起来。我保护你，我保护。你确定保护我？我保护你，不别偷我。不偷。哦，你们都跟哪儿找的？笨蛋。十号。他就会一直陪我玩呢，他就会一直陪我玩了。OK， 下一个。他就会一直陪我玩。余光宇，
大家已经开始集结了。谁知道？告诉我，不知道。我一个都没找到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找到了。是。对不起，老于。给你纯真喝，回头给你好几瓶纯真。我们就知道你这一个呀，其实真的。张大元、张腾、周可宇。排污完。你们都是在哪找到的？我一个都没有看到。一个都没找着吗？我一个都没找着。咋这么笨呢？我竟无言以对。哦哦哦，说笨吧，确实也是笨。小王帅，你不能有。吴海，昨天想参加玩。可以啊，小娇。吴海，昨天想要张家园。吴海，二郎，吴海，怎么回事？吴海吧？吴超，吴超，咋回事？你猜谁搞的我家园？所以确定的是咱们几个朋友都在那个。等会儿，那我先把我分析给你。圆圆圆，我的圆圆是什么？张小哥来陪陪我。张小不好搞。这还能搞到一个？好嘞。佐藤永祥是被十指紧扣。现在我知道的是佐藤永祥是十指相扣，当然我稍微得先保护保护他，因为上把他玩太没有游戏体验了，所以说这一次稍微告诉他是自己什么，提防一下。A 球 ，A 加，别碰 A 球，别碰 A 球，碰到 A 我就碰你。A 加 ，A 加。人都藏起来了，你们如果干佐藤，我就干你们。哎笑哎笑，张家远，张家远，怎么了？没有找你。你好像是拖鞋。我这鞋不好拖，说实话。你的就是十指紧扣，不要不要这个。我就是真的确定这个吗？确定，确定，百分百确定。我拿到了很好的消息，我就是确定这个动作了。张家远有可能是拖鞋。应该知道了，知道，我不告诉你啊。嗯，什么？你是拖鞋？嗯，对啊，拖我试试啦。你知道你自己的吗？他其实很好撬的，其实。其实按理性来说，我这个是最难的。幸好今天穿高帮鞋，倒了还得再把他腿给绑住。我们先干掉一个最容易的，好不好？那先干你吧。那我直接就。我就不用跑了。嗯，僵持。挂！我昨天挂他。你搞么搞？搞错。啊！周可宇，海哥。啊啊啊啊啊！救命啊！海哥，都对不住了，海哥，感受了你这强有力的大腿，还是欢迎你回101的。搞我不圆，想搞你了，让你搞，等会儿再等会儿，该怎么搞你呢？挂我两下就行了。再转悠一会儿，要挂我吗？现在我找个合适的时机挂你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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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觉得你挂我吧。我找合适。别人我也不想让别人挂。我刚跟家里人说，我说要不你把我挂了吧。张成走了，加油加油！你知道张腾不是爸爸？我知道，没事，他我来解决。只有张家园了，我的园对不住了，就是一场摔跤嘛，来吧。喂，哎哎哎哎，谁给你放倒的？被他俩撂了。
加油加油，自求多福吧。好，为什么要把他淘汰呢？是因为他把斧头干走了。你和周柯宇，你们两个人。啊，你一会儿搞他。我是本来要保护弟弟的，但是我现在没法保护了，只能弟弟自求多福了。回去吧，你们继续吧，你们继续吧。我刚在后台聊完，让张嘉元挂我。张嘉元跟佐藤啊。你知道嘉元那个肯定就赢，他那个鞋脱不下来，他又劲儿大。It's okay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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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球。张嘉元反过来吧，永强。但是我认识的嘉元，他一定会保护永强。张嘉元不会对佐藤出手的。是这样啊，首先咱们仨现在就是挺难的了。嗯，佐藤永翔，我记得我跟你说过一句，你记不记得我要给你做那项链？拿什么颜色的？我来给你。金色。金色的是吧？好，我说给你做一条。是啊，真的。我说以后给你做一条。你这个我不给你做了，自己争取。挂我吧，对我操！别人我也不想让别人挂。我不想要佐藤被淘汰，我也不想让你被淘汰。柯宇，还你个账，走回去。你们俩吧，他这样算自己淘汰自己吗？鞋已脱掉，张嘉元出局，这样就很难受。没事啊，张嘉元被永远留在异次元。No！殿下，微信。哎，没事。哎呦，没事。本来我觉得今天场上最不会被淘汰的一个人，结果自己淘汰自己了。主要鞋捂脚。好了，抱一下。哎呀，谢谢嘉元，没事。谢元哥，没事。走了，好。然后这一次张嘉元对我说：“你想要那个项链吧，那就你争取那个项链吧。”规矩都很强。他都会很想要去争取去赢。我还你一个，可能我觉得主要哥选择的是继续陪在，就是留在电影里陪我们俩一起，是吧？当然做乐队呀。对，咱们得调教出来摇滚小女孩，让小女孩当另外一主唱。黑眼圈，黑眼圈，黑眼圈。哇哇！约定啊，这是，出去不给你了，就出去不给你了，我现在给你了啊！我想非常对张嘉元说一声，就是刚刚呢，他拿到这个之后，他说，好啊，还有意义，到时候给杜哥24K 群锦的，哦，我来帮你们戴上，来吧，哎，发型，大哥，你就给他扎一层咋的？两位啊，我来吧 ，Congratulations。陪我们一起玩游戏的队友们，对，然后我觉得今天就是感谢张嘉元，谢谢嘉元，然后也谢付子超、超超，还有徐博宇、魏子越，就每个人其实都，我佐藤还有嘉元，我们是第一期衍生节目认识的。有荣耀有啊，咱们再淘汰一下，第二个是我第二个年龄小的，来，哇，这个有点重啊，这个有点重。荣耀是00年的，哦，又忘记荣耀。
哇！零食大礼包，这老沉呐，这么多吗？这不猪饲料啊！如果玩家想再次进行等候本先生的召唤，好，你也进入异次元会变成笨蛋吗？玩天涯明月刀，捏脸换装找师傅，快来捏小哥哥同款脸型吧！